级汽车。棕熊宇航员，你这次的太空探险一切顺利吗？当然，我还有意外收获哦。嗯，是什么？我发现了一颗神秘的星球。瞧，这是我拍的视频和照片，它美得就像一颗大钻石。哇！我还提取了一些土壤样本，我将会把它们带回地球。好期待呀，棕熊宇航员，我们等你回来哦。棕熊宇航员，听到请回答。不好，棕熊宇航员有危险，快点召唤超级汽车。警车雷克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太空飞行器。时空跑道开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雷克警长，你已经到达棕熊宇航员消失的区域了。好，雷达开启，全力搜寻棕熊宇航员。小呀小猫咪，快来帮帮我，你们听我说，有没有看到它？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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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。看来他们听不懂。狗狗排成队，快来帮帮我，你们听我说，有没有看到它？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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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汪。看来他们也听不懂，是怪物星球。雷克警长，需要我们的帮助吗？怪物朋友们，快来帮帮我，你们听我说，有没有看到他？大大脑袋，厚厚眼睛，胖胖身体，我们好像见过他。太好了，他在哪儿？就在那片陨石的后面。棕熊宇航员，我来了。小小的陨石全部被击碎，大大的陨石哦，马上要爆炸。加速度冲冲冲，加速度冲冲冲，砰砰砰砰砰砰砰，太空好奇妙。雷克警长，你找到棕熊宇航员了吗？当然。棕熊宇航员，你平安回来啦。这次的太空探险真是惊险又刺激呀。奇怪的狂风车。今天的天气真好呀。我也喜欢这样的好天气。今天的太阳暖暖的，可真舒服。阿丽。发生什么事了，乐嘟嘟？我的风筝挂在树上了，你可以帮我拿下来吗？没问题。不过今天没有风，不适合放风筝哟。你看，风来了！救我，阿丽！乐
嘟嘟坚持住。哎，怎么突然刮起这么大的风啊？我可不能让你们享受好天气，让你们知道狂风车的厉害。小心！奇怪，到底是哪儿来的风？大家快躲到房子里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湖，城市里出现了狂风车，你们看，救命呀！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，我们要赶快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出动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轿车马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汽车天上飞，危险危险快帮忙，长手臂伸出去，吊车咔咔有力气，大大个子甩呀甩，别怕我会抓住你，我来接住你们。大铲子转呀转，挖掘机的手臂多，哐哐哐哐准备好，一二三我全接到，救命来了，翅膀扇呀扇，救护车来保护你，飞飞飞到你身边，紧紧抓住跟我走。大家都安全了吗？狂风车又来了，我们必须让它的风扇停下来。有了，用蜂蜜把它粘住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失败了。没事，我们再来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啊，他的风扇被粘住了，我们成功了。什么？竟然失败了？这不可能！狂风车，给我继续转起来！欢迎大旅行家。朋友们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我今天真是太幸运了，一路过来都是绿灯，还买到商店里最后两袋糖果。谢谢，妮娜，我们叫你来是有一项任务。哦，对，说吧说吧，我听着呢。重磅消息，环球旅行家罗杰要来贝勒小镇啦！旅行家罗杰，哇，那可是我的偶像。听说他走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被他认可的城市都是全世界最棒的地方。真希望他能喜欢贝勒小镇。罗杰先生是客人，要好好招待他。妮娜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喽。好呀，包在我身上。出租车妮娜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召唤喇叭，超级汽车出动！注意啦，注意啦！旅行家罗杰要来贝勒小镇了。
我们要为他举办一场热闹的欢迎派对，请大家暂停工作，到广场集合。一会儿我们就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哦，终于到了，罗杰先生。欢迎你来到贝勒小镇。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，欢迎欢迎。这里的汽车好热情啊，我喜欢这座城市。道乱糟糟，塑料袋满天飘，垃圾臭烘烘，苍蝇嗡嗡嗡。这里的卫生太差了。路口堵车了，汽车在尖叫，喇叭嘟嘟嘟，大家吵吵吵。这里的交通也不好。花园绕一绕，小花枯萎了。树叶飘呀飘，杂草高高高。是我没照顾好，我太失望了，我要离开这里。我还没来得及填好这个坑。再见。一切都被我搞砸了。我们还是回去工作吧。工作交给我，刷刷刷刷刷刷，垃圾垃圾全清理，街道变干净。指挥工作交给我，红灯停，绿灯行，礼让行人不拥挤，道路畅通了。保护环境交给我，洒洒水，哗啦啦，小花小草抬头笑，大树长得高。想让城市变美好，认真工作很重要。大街小巷瞧一瞧，大家充满了欢笑。我喜欢这个城市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喜欢这里。罗杰先生说他喜欢我们的城市，太好了。大嘴贪吃车。胖嘟嘟，你买了什么？不能说，不然明天就没有惊喜了。大家怎么都在准备礼物呀？你忘了吗，酷宝？明天是贝勒小镇最有趣的礼物交换日，大家用这种方式表达友谊与感谢，每个人都很期待这一天哦。那你也准备了吗？当然。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！不多不多，这个给安琪，这个给亚米，还有雷克、高迪、小美。我忘了准备旋风的礼物，我先走啦。再见。我也得好好准备，跟大家交换礼物。交换礼物？嘿嘿，我要把你们的礼物都抢过来。贪吃车，该你登场啦！哈哈。哇，今天可真热闹啊。送给你，乐多多。谢谢，我也有礼物给你哟。呼噜爷爷，谢谢你平时帮我浇花，这是我做的酱萝卜。呵呵，太感谢了。嗨，酷宝，你要和我交换礼物吗？等一下，难道你没准备礼物？呵呵，当然准备了，不过要等到天黑哦。听起来很神秘呀。我的礼物。
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的礼物！我的酱萝卜！哈哈，他们都是我的啦！哼，好生气呀！肯定又是麦特博士在搞破坏，我们呼叫指挥中心吧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！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一辆奇怪的汽车正在抢大家的礼物。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绝壁挖掘机酷宝，跳跳车库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不是更有趣吗？有道理呀。没错没错。哇哦，我还是第一次穿鞋。你们看我，我是不是很美呀？珍贵的友谊。今天和安琪约好了去野餐，希望他能喜欢我做的三明治。快点！哎呀，我的三明治！妮娜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们也不是故意的。哼，你们太讨厌了，赔我的三明治！妮娜看起来好凶啊，好可怕！你可讨厌了，我讨厌讨厌！哈哈哈哈，尽情的讨厌对方吧，超级愤怒车，去破坏他们的友情！都是你的错，是你的错。我要把你撞扁！哼，看我的！大家怎么了？为什么都在生气？妮娜，你的眼睛怎么红红的？哼，不要你管，我讨厌你！我宣布，你不是我的好朋友了。什么？哼！妮娜变得好奇怪呀。不对，这其中一定有问题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今天大家看起来都非常愤怒。你们快调查一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好的。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我就知道是他。安琪，这次救援靠你了。一定要小心那辆超级愤怒车。放心吧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
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别生气，笑呀笑呀笑一笑吧，手牵手抱一抱，神奇的小火苗被我们熄灭了。找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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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好朋友，大家都笑一笑，世界会更美好。不许动！你被逮捕了！耶！安琪，我们去野餐吧。好呀，我最喜欢吃你做的三明治了。蚂蚁搬家，大家快点，不要跳队。发生了什么？我酷宝的工作开始喽！我挖，我挖，我挖挖挖！快躲开！石头在向我们求助。不对，是一群小蚂蚁。我们的洞穴被一个大家伙弄坏了。大家别着急，让我们先调查一下，到底是谁干的？真讨厌！居然是酷宝！什么？你们说我挖坏了蚂蚁洞？我挖，我挖，我挖挖挖！哦，真是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们相信你，蚂蚁们实在太小了，很难被发现。工地里太危险了，不如我们帮蚂蚁们找个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吧。蚂蚁们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好呀，我们要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这个任务交给我吧。挖掘机酷宝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惊喜道具是探险头盔，时空跑道开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缩小的感觉太有趣了。蚂蚁们，我们出发吧。我们要搬到哪里去呢？哈哈，跟我走。车轮轰隆轰隆来到街道上，车轮轰隆轰隆来到大街上，车轮轰隆轰隆隆穿过草丛下。